在看他 reflect。更能小秀一点。今天是，连续的是第三天，是，那今天是8点钟 call time， 在 Burbank， 应该叫格兰德那边吧。Oh no！ 失败，哎，怎么这个平时打鸡蛋不会打成这样，怎么今天是这样的？现在是7点30多分吧，7点40分左右，出发了。真好，真好。或者我就，对，或者我弄个投影给他们看，但就不是我呀，出出 Hammerstein， 这样就浪费我的时间。他刚才给我打电话了，一直在跟我道歉，然后跟我说超多张。感谢你，辛苦了。没事。别忘了那个改成公司证了。对，我跟他说了。看看这个大 LED 屏，弧形的多大呀！是从镜子这窗着，然后我们的车，所以会看到小姨后面和有可能中间的东西。这是后车座的。对，我只是在看它 reflection。OK， hold 三小时。要就开始。哦，我操！我太聪明了。无人驾驶。真的很容易掉这个。无人驾驶啊！无人驾驶。这个很难补，因为现在。那我们接下来去哪？对，窗户后面都是。
穿的是。是不是你更那个什么一点？就是更能随意一点。你们有人在录前面呢。再去哪里？你听着。嗯，行。拍完了，五点半收工，还挺顺利的。反正总之这几天任务都不是很大，就强度都不高，就是时间上还比较宽松。这个 stage 还挺不错的，非常棒。好了，我们接着下一回下一期又聊吧，下一天明天。